俄罗斯高音歌王维塔斯以及黄圣依主演的歌舞喜剧《一夜成名》将于近期全面登陆全国各大院线。《一夜成名》作为一部歌舞电影，并没有延续传统歌舞片的模式，则是汇集混搭了民族、歌剧、原生态等多种音乐形式的一部影片。届时，维塔斯标志性的海豚音与中国西北民歌产生的精彩碰撞，将完美呈现在观众面前。